十一局的下半，这一球出棒，打成了在左半边方向，莫蒂是那一支安打，今天中华队跟韩国队是战成了4-4的平手，而且还是满垒，陈崇宇好样的，现在平手了，无人出局满垒，哇，精彩精彩，哇，再打一打安打哦。哇，现在是压力丢给韩国队了，对，压力完全在韩国队身上。哦，要换投手，要换投手，看看。韩国队背号72号，这是他们投手教练的，长得很像张文宗的这个。今天上来喊了暂停，我们再来看一下陈崇宇这40的一棒。哇，这变化球打得好。哇，没话讲，轻轻一敲，哇，平飞安打。这场比赛赢球的球队呢，将在明天的跟古巴呢来打季军赛。韩国队的先发投手韩周诚现在退场休息，